下一位啊，毛孟靜議員。毛孟靜議員。啊，主席，你一定要處理咗先嘅喎，咁多規程問題。我剛才已經究竟講37，因為39先。37A 正話，我已經重新兩次講咗，咁請你繼續發言。唔得，啊，請停止計時間嚇，我呢度冇理由咁樣嘅嚇。你繼續發言啦，毛孟靜，你繼續發言啦。毛孟靜議員，你唔想發言啊？喂，主席，咁又唔得喎，啊，真係要凡事合法之餘咧，係合情合理。而家根本唔合法啊，擔心俾人啊就事後挑戰就好大問題。請你繼續講。真係唔知講緊乜嘢，究竟係啊，真係你一呢，這個唔算嘅嚇，呢，這個我而家唔係正式發言，你不合情、不合理、不合法，咁唔得嘅喎。我未曾叫名嘅時候，請大家坐低，唔好。嗱，請停止個鐘嚇，你一路咁樣計我，我真係好唔公平啊！你繼續發言。毛孟靜議員，你繼續發言。咁我發言講乜嘢？係個題目係咩先得㗎？你要我辯論，你我都要知係37定39。你上次係按咗鐘嘅，而家俾你繼續喺上次。我上次就係講30。嗰22個人當中嘅一個嚟㗎，我唔係撳呢一個㗎。你係上一次撳咗鐘，我主席嗱，你唔好再喺度計計我嘅時間嚇，秘書處。一定真係要計時間㗎啦。我真係要挑戰你嚇，你咁樣嚟花時間，你主持呢個會議，你同議員之間係完全係有誤會。你如果連資深大律師都唔知道你喺度講乜，佢話佢轉數低。我都轉數好低啦！你究竟而家係講乜嘢啊？個 topic 而家講緊乜嘢啊？我正話撳嘅鐘係上一次㗎，重複咗兩次就係根據翻上一次會議未完成項目討論到37A， 你哋有啲議員想發言，所以俾但係39係未講完啊！你唔需要再插其他嘅話題，就係而家個進行緊嘅37A。你仲有意見嘅，繼續可以繼續談。毛孟靜，唔係你冇得咁夾硬嚟嘅，真係唔可以咁樣夾硬嚟。我知道你難做，但你唔係可以夾硬嚟嘅咯。係發言完係嘛？係啦，佢都未講佢嘅考慮嘅結果。啊，我再簡短啲嗱，唔再重複啦嚇。就是剛才已經重申了上一段時間大家已經討論了很多規程問題，我認為再討論的其他規程問題都會是造成一個延長會議時間，而未必能夠解決到我們實質現在需要的問題。所以作為主席呢，是為了一個會議的正常合法的考慮呢，我應該行使我的權力呢。你叫馮檢基考慮，你為何不讓他講他的考慮結果呢？是我剛才其他的39等等處理呢，是作了一個段落的了。我已經跟大家已經在戶裏面開了會，回出來之後呢，我亦都簡單回報了，所以現在進入回一開始已經宣布進入回上一次會議的一部分。所以現在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在那裡討論，進入上次會議的 37A 餘下的幾位的發言，如果還有需要 37A 的發言，請你們可以表示，那秘書會再記錄低。好，下一位是劉慧卿議員。主席開立波特，你未處理39，不可以未作出。劉慧卿議員，到你發言。開立波特，如果再不聽主席的已經最後的裁決了呢，我就只能夠作為你是一個行為不檢，咁樣作為一個要求你離開會議廳。主席，你未裁決啊！主席，你要劉慧卿議員由你發言。主席，請你裁決。劉慧卿議員發言，3分鐘。劉慧卿議員，你發言啦。主席，
我要鬧啊！我已經講咗好多次點樣處理規程問題，我係有一個責任，而家要維持一個喺規程問題處理咗一相當一個部分之後嘅一個決定。我會有機會再處理。我而家話俾大家聽，而家我已經係信納，如果繼續處理所謂規程問題咧，係使到個會議係無法進行嘅。咁所以我係認為馬上進行翻原先我哋已經喺之前安排咗嘅，係包括完成埋上一次會議未完成嘅一個部分。發言嘅就係劉慧卿議員。劉慧卿議員，三分鐘。啊，請涂謹申議員，如果我再已經重申咗幾次啦，如果你再講，我已經冇辦法，我就只有運用我嘅權力。我會稍後再處理有任何嘅規程問題，但係唔係而家，我已經再講咗一次。請大家尊重議會，尊重主席嘅而家嘅決定。稍後我睇具體嘅安排，我再作處理。我而家已經再重申一次，唔希望大家再喺度裏面爭論。下一位劉慧卿議員。